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肖恩逛吃 TV 啊。今天我们不逛也不吃，今天我们去弄牙齿。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吧？我们既然是逛吃频道，我们这副牙齿对于我们来说相当相当的重要。再说的前两天，这个肖恩哥已经去把自己的牙齿开始弄了，偷偷摸摸的背着我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去把牙齿弄一下，然后正好啊，肖恩哥今天还要到这家这个诊所里面去做美白，我就搞不懂了，他皮肤这么黑，把这个牙齿搞这么白是吧？把牙齿搞这么白，不是显得更黑吗？对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跟肖恩哥一起啊，然后我去洗牙，然后他去做美白。好了，我们到达这个牙科诊所了，中文服务牙科诊所 ，ODC 啊 ，ODC。今天去洗牙，他们应该到了吧 ？Hello，Hello。我们先看一下肖恩哥。哎呦妈呀，怎么搞成这个造型？你是给你的口腔做手术吗？你也是这样做啊？等一下我们说话了啊，再嗨啊先生，把它搞白一点，这样显得它更黑。现在他们对了，这个白度这个白，他现在是他现在是什么？现在拔下来了B4 啊，B4 啊，现在是这个啊，它是这个颜色啊，把它搞成这个颜色，它就绝对显得黑了。我去看看有什么套餐，我也去做一个。全部的套餐还是？对，我想看一下洗牙的套餐或者是什么，洗牙的，这个。啊，1990泰铢，就是普通的洗牙是吗？啊，这个是无痛的，无痛 SPA 洗牙。如果是普通的，是这个900到1500。正常的洗牙900泰铢到1500泰铢。那是安氏牙购来洗的。OK， 还有什么？刚刚肖恩哥做的是这个是吗？上一次是的，肖恩先生是做这个。洗无痛 SPA 和美白，但是上一次先生已经做过无痛了，然后今天来做美白。是的，他还要做美白。好，那我今天做这个洗牙就好了。是的，洗牙就好了。可以。OK， 好，我去楼上了啊。机车，搞笑的，我上楼了。好，你好，萨利卡，请坐啊，哈。好，那我就是在这里洗牙了。还好吧。我洗牙就是这个机器啊。DMS 是无痛 SPA 洗牙的。无痛 SPA 洗牙。无痛吗？也不是100%无痛，碰到牙龈还是痛，还会有感觉。对对对，那肯定的。洗牙没有感觉就是没。对对对，那肯定的。我看这个机器很小啊，很小，就是我因为它的力很多。我在国内洗牙，那个机器好像很大一台。很大一台。因为他们是新的这样，小的，但是力很多，比大的更好。OK。然后这个的话，用那个碰砂枪，不伤害我们牙齿表面。碰那个我们那个蛋皮也不伤害。也不伤害。是的，然后这个的话， okay. 洗牙的时候用温水来洗，就是为什么还会有感觉？因为它能洗的比普通的更深。更深的话，那就是更干净。OK。是的。是这个，是不是这个灯光的原因？我觉得我跟肖恩好像一样黑。这个房间最亮了。好啊，三零，等一下翻墙的时候涂一个凡士林啊，嘴凡士林啊，就嘴唇就不会破啊那些。
点派，记住我现在的牙齿。好好了，等下染紫色，放这里一点涂下唇膏。等一下，下一个你用这个，去翻就懂了。等一下，这个医生要用这个紫色。染给陈老师的表面是表面上就是陈老师就知道哪里有牙结石多，刷牙不干净。这个颜色沾着是已经超过24个小时的牙结石，我们刷不干净的地方，这样陈老师就可以记录下了。打开一点。回去的话要哪里啊？要注意哪些地方这些？就是飘一下。等一下漂了，陈老师就漱漱口一下，它就粘在表面牙齿上不干净的地方，这样。好，张开一点点啊。打开啊。就是平常你刷牙是干净吗？这个可以检查的。啊。哪里你比较？刷了已经干净了，哪里刷了还不干净，要认真那边。这个是浴巾，过了24个小时啊，不是你刚刚吃完饭还没刷牙啊。他的意思是这个涂上去正好漱个嘴，然后他留在上面紫色的就是我刷牙没有很认真的地方。喊一下，陈老师，漱口一下，漱口一下。啊，现在就可以漱了。现在就可以漱了，他很快就站了。喊一下3秒，然后喊了，再吐一次。哇，这个紫色。他站了的话，陈老师怎么漱的话，他也漱不掉了。好了。哎呦，陈老师还刷牙的体还干净的。已经在前面了，陈老师。还行。再看一下里面呢？里面呢？里面不行，这个表面还是可以的。是的，前面还可以，但是里面，等一下我躺着看一下。我打开就五个干，然后一起看。好的。OK。OK。好，再看一下。啊，还好多不人呢。这个是，嗯，安妮这里。啊，对。白羊没底，然后这里还刷，这颗还刷不干净啊。然后看哪里面，陈老师看，靠近牙龈的地方，就是陈老师要在注意靠近牙龈这些的地方，也不是说使劲刷那样啊，要轻轻刷，但是要刷到洗胸脯粉色的这些。ที่ติดอยู่就是沾สีม่วงสีชมพูก็คือแปลว่าด้านนอกเนี่ยค่อนข้างแปลงได้ดีแหละอ่า那相对来说我刷牙刷的还是挺干净的表面上面的外面的这里刷的干净的但是还剩里面靠近牙龈的地方แต่ข้างในข้างในฟันกรามเนี่ยจะไม่สะอาดแล้วตาหยาเจี๊ยน刷不干净了ก็จะสะอาดถึงประมาณตรงนี้อ่ะ干净的那可能牙刷刷不到的地方挺多的那是像这里很多大牙这一些，就是陈老师要注意，就是在大牙。看来干的了。Okay. 上面的话，里边刷干净。嗯。还剩大牙，陈老师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靠近牙龈的地方和大牙。OK。就是了，我如来阿来你他们第一个他们倒白。就是哪里刷得好的话，就在保护下，在留着下。Okay. 如果还有哪里还不干净的话，陈老师再坚持。OK。加油。OK。好的，那医生开始碰痧了啊！好，谢谢。开始了。开始了。好好好，鼻子呼吸啊，是吧？我们先把它关一下。这个造型可爱吧？然后做到一半啊，然后医生说，用之前那种很普通的这种洗牙的机器给我试一下，
然后再来做一个对比，看一下这个新的这个机器和之前这个普通的机器有什么样的区别。藏着超声波洗牙，就是这个地方，试一下。刚才是温水，你那个杯了，看不到。这个是普通的，它冷干了。一样啊，就是一个动作，慢慢干起来吧。你的那个，都是你那个刚才酸一点，好吧？比刚才酸一点。啊。看这个，这小嘴巴还是。会痛，痛，阿罗，痛，回去用什么痛都不痛，痛痛痛痛痛，就是那个打到那个牙龈上面的时候，真的好痛。都是一样的，力也医生也用一样的力，也用一样的力，那就跟机器有关了。一样的力，一样的力和一样的力啊，力也一样。痛吧？啊。这个还比不行，换比那个无痛的力更少一点，更少一点啊。刚才无痛的我们就是拿最高的。嗯。对，还是要用无痛的，还是要用无痛的。妹妹给奶奶。嗯。无痛的，摆他的奶奶。一样啊，一样就够了。嗯。对啊，这就好很多。我去看肖恩蹭蹭一下。嗯。要吗？好干音啊。嗯。啊，อันนี้เหมือนที่อุดแตก。这个之前补过。嗯。然后它有缺了，这样。好。好，很爱说。然后嘴里边的，就是。啊，吃手麻了。Game 好蛋。啊，看到了吧？好。就是สรุป看到了。看到了。啊，不要看了。那材料也不太好的，这然后很大。如果他牙齿剩的很少的话，一般医生就是建议做牙冠，为了就是保护牙齿这样。好像是白了一点。ใช่ใช่对。หลังจากทำแล้วก็จะขาวขึ้นระดับหนึ่ง。就是洗了这个的话。那洗完这个之后，有没有说什么？多长时间不能吃饭啊、抽烟啊，或者是什么？正常可以吃。正常啊，这一切都正常。是，除了好好刷牙就可以了。OK， 那刷牙是晚上的事情。然后陈先生的话，医生说建议陈老师是每个六个月过来洗牙一次。每半年来洗一次。啊、OK。半年来洗一次啊，但是如果用碰砂枪的话，可以三个月来碰一次。碰砂枪就是因为把我们的牙结石表面上的一些东西把它打掉。嗯。如果我们就是牙垢，就是从牙结石变成硬的这样。如果我们牙结石。越小就是我们的牙垢就是跟着越少下去。懂了，明白了。是的。OK 了。谢谢。用相机拍一下，清楚一点啊。真白。真白。好啦，牙也洗完了是吧？那我们可以在美食上跟肖恩。一战高下，一决高下是吧？他还没好吗？还没好啊？哇，你还没好啊？嗯。哈哈哈！我洗完了。嗯。我洗的可干净，可干净了。嗯。那我在门口等你啊！哎，我也看。啊，他们都捂着我的眼睛，说这个紫外线不能看。嗯，好啦，我们牙也洗完了，是吧？然后推荐一下，就是这家店啊，这个 ODC， 大家以后如果在清迈长居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如果要用到这个洗牙或者牙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到这个 ODC 啊 ，ODC。好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